王铁锤这盘棋在大亏1000多分的情况下，抓住对手的一个失误，强势逆袭。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，铁锤先走，摆下当头炮，黑棋呢叫做捋快刀，马来跳，红的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没有出车，在这里选择了兵棋进一，那黑棋呢相应的也挺个卒，红棋这时候出车。黑棋呢，还是平风马，以不变应万变。红棋上马，黑棋在这里没有选择进炮封车，补了一手象。红棋高炮巡河，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进炮封车了，因为你进炮封车会封个寂寞，人家可以请兵。在这里呢，黑棋就选择了高炮，很明显了，下一手准备上马打车，红棋挥车过河，黑棋再退一手炮。下一手准备再冲卒打车，你要是平车压马，他就来一个马回窝心。那这里呢，红旗选择退车，那黑旗呢又高抛，红旗要是再进车，他就再退抛。啊，一看他想这样肉麻和棋，那红旗主动变招上马，那黑棋呢先占个便宜，红旗把车躲开，黑棋小马飙进来，这个中炮不能让他换掉，开局的炮残局的马。那布局阶段，炮的价值比马的价值要高，躲开，黑棋补一手士，红棋连象，黑棋再平炮亮车，红棋踩卒，黑棋进车，黑棋进车以后就是准备马踩象，炮打马这样的手段，那红旗不理他，出象未车，以后准备掩护弃兵过河。黑棋呢，先把炮平过来，那红旗也是小兵过河。那现在这个马有任务，保着这个炮呢，不能交换，他就先把炮啊退回去。那红旗呢，平兵封车。黑棋一看时机成熟，踩象，红旗飞掉，黑棋打掉。红旗要是打掉的话，那黑棋吃完之后呢，先手吃着中象，红旗在这里选择退车拉住。那黑棋呢就进炮一将，红旗不敢飞呀，要不然的话车丢了，只能补个士。他把车对调，红旗给他士掉。现在吃着炮呢，黑棋选择炮躲一步，红旗在高车巡河，严阵以待。你现在出车，我就回马打你。那黑棋呢，退炮打马，那红旗小兵顺势往下冲。你现在打我。我小兵给你一吃，啊，先手捉着马，那黑棋呢，在这里选择出车，红旗肯定是回马打他一下，那他不好意思倒车入库啊，倒车入库，我这个平兵又欺负你这个马了，他就强行堵住炮口，以后呢还有进炮打一串的这些手段，红旗先走炮，那黑棋呢也是高炮打，红旗再退车，黑棋呢。冲炮打，你这个马走开，他这个马也走开。那这里呢，红旗选择来一手飞象，那黑棋小卒过河，红旗再退炮，以后准备呀、啊、冲炮来打。黑棋退炮，现在炮打马，那红旗呢也是架上炮，你现在打我的马，我打掉你的炮。然后呢，打着你的车，还要吃你的马，那他呢就把车先躲开，这样是个交换，你吃马，他吃马，那红旗呢把马标进去，让他打着马，那黑棋呢也把马标进来，这样呢是个交换，你吃炮，他吃炮，那红旗呢就选择了一手进炮，这样来交换，这样交换完之后呢，他可以保留住这个过河兵，黑棋不敢猖狂，你敢吃。我这个一将就给你干掉了，那黑棋呢退炮，看着卧槽，下一招要吃兵了。那红旗呢下兵交给马，黑棋上士，以后呢还有这样，那红旗打一下车，黑棋呢把车躲到这儿来，红旗再平兵，要来扒他的底库，让他回去。你现在卧上那是一个交换。红旗呢，不把他车放出来，
进去保住马以后呢，他准备平炮来打，那黑棋躲开了。这个时候啊，红旗还是把炮啊平到视角了，他应该要把炮平到边上以后打卒。那在这里呢，黑棋选择进车，准备啊杀兵来一将，红旗呢就往下冲，黑棋高炮，黑棋这招高炮就不如啊杀兵来一将。这个是，然后呢再进马。你这个平兵没有用，你要是吃掉这样来的话，那黑棋呢把卒一吃，他这个一将挂一将，攻势啊可比红旗厉害。在这里呢，他没有吃兵，他选择了高炮来拉住一串，那红旗平兵，黑棋呢赶快把这个马打掉。你现在进车将不是杀，它可以落个士，你没办法用车吃，你只能用兵吃。用兵吃，它可以选择上老将，你再退车将，它可以垫炮，不是杀棋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如果说红旗选择吃炮，黑棋呢就可以先杀一将，然后呢平车，给你把车对死，你车走开，它把这个兵吃了。你要是把车对掉，它踩掉。那以后他随便吃掉一个兵，形成马三个卒，可以过河三个卒，那这个棋呢，残棋肯定是黑棋必胜，红旗的这个残局会非常痛苦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他既然一看吃的也是一个输棋赢不到，干脆呀、啊、他不交换，把炮躲开，不给他对车的这个机会。以后呢，他就准备，你要是杀兵一将。他把这个士吃完之后呢，他就有一个呀、啊，进车将，你落士，弃车砍士，你炮一打，再进炮，这种闷杀的手段。那黑棋在这里呢，他就先把炮逃开，红旗来一将，黑棋下个士，红旗进炮，红旗进炮，很明显了，准备下一招平边，然后呢一沉底炮，又准备一招制敌。在这里呢，黑棋选择了一手退车，这招棋。走的呀太软弱了，就错失了战机。黑棋的正招应该是杀一将，然后呢这样拉住，这样呢平炮吃你车，以后呢他可以平中冒将，可以进马，要求卧槽，要求将军挂角，那这个车马炮形成立体攻势，这边呢还牵制住车炮，红旗肯定是坐以待毙。可惜呢，他没有这样走，他选择了退车。那红旗呢，平车。黑棋这时候选择了一手下卒，想着以后马往这边跳。这招棋一走，铁锤笑的是娇躯乱颤。哎，机会来了！红旗进炮一将，黑棋只能上士。红旗再送兵一将，这一招棋让黑棋留下了阿富汗，吓坏了。为啥呢呀？没了这个。怎么没了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他只能用老将吃，打一将上来，退一将上士，然后把车一打，没了。那现在车炮对马炮，那肯定没有悬念了。黑棋来一将，那红旗上个士，下个士，黑棋进中，进中你这个卧将可以出来，你还能再平炮平卒，还需要好几步呢。那红旗直接守住内线。哎，你将我出来，你平我就把士一杀，护住内线了。黑棋先靠卒，那红旗呢先来一将，你一下士他把卒吃了，下去。那他也是把这个底库一扒，看出这条内线，他选择了吃兵。那红旗呢，各中下一招准备打卒，然后打出一串。黑棋选择平卒，那红旗呢出帅。红旗出帅之后。下一手这个卒一打，那这个棋呢，他也就没法防守了，也只好投资。